你来录蜜桃这一次，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我先说我希望的吧，我希望自己就是来完之后可以一个人走密室。就是一个人玩完全程吗？对，希望一个人。但是你如果你没想过，就是比如说有题你如果自己一个人解不出来你会怎么办？那确实没办法，因为我在一个很高度紧张的一个状态下，我是没有思路的这种东西。